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美美生活日常。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植物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们为我们家猫咪设计的天空步道。听说有两只猫在上面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哎，有一只还回头，两只都回头看我。对。两只坐在天空步道上的猫咪，现在好像蛮习惯在上面。它刚才哈，来回还从步道上探出头来。它现在不看我了。对，它们已经渐渐习惯这个天空步道。我记得刚开始做好的时候，好像上去的几率比较低，现在好像。进来看一看，哎，有时候他们都在上面，甚至在上面睡觉。像那个山花小太阳，好像趴在那边睡觉。对。哎，突然关门一下，两只眼睛往这边瞧。想是不是妈妈回来了？对，妈妈不在家，对不对？很无聊。对。那哎，又继续睡了。山花那一只又继续睡了。那。我是不是要开门进去？怕开门他们会冲下来。不会的，因为开门进去很。对，我开门进去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来哦！我看哦。我不进去，你拿进去好了。这样啊、哦？你看，马上就一直要走开了，走开了！你看啊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看有没有他在叫了？可是有一只哈、哦。就无动于衷 ，Hello， 然后一只屁股对着我啊，这只太阳，啊，这只是可爱的小太阳，好、哦，它就在这个天空步道上，也没有要下来的意思，对，好、哦，哦，本来是两只啦，然后那个。来福哈，来福就，你看就叫我，来福这边叫，生气了，生气吗？有生气吗？哎，屁股不要对着我啊！哦，这只也起来了。哎，这只也起来，然后现在正下着雨啦，然后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的，它在外面呢。哎，要下来了，哎，这只要下来了，各位看，它每次都从那边从那个地方下来。哎呦 ，Hello， 喵。我刚才可能在睡觉。嗯、来福啊，来福啊，你看，这只也很可爱，这个很像是有混到暹罗的。嗨，嗨，来福，太阳，你看在玩纸箱。然后已经猫抓板圆形的变成这么小，来进来，来来来，来叫叫叫叫叫，对，什么事？嗯，来，嗯，来不？嗯，啊，不要看。太阳，哎哎，哎哎哎，那不看我们，这是小太阳，好高兴了、哦，哎，太阳，哎我，这只养了应该也快三年了，头尾啊，然后这只是比较晚来，啊，是说，我女儿是说两只的话比较有伴呐、啊，一只就是有时候太孤单了。Hello， 喵，你的眼睛瞪那么大？对啊。哎呀，伟大，嗨，来我啊，来我，来我啊，好，趴在。
的眼睛哈、哦，仔细看，它有点带有蓝色系，它的眼睛也是蛮特别的，蛮漂亮的。然后那个小太阳是有点偏黄，那个里面的眼那个眼睛，太阳，太阳，太阳，我觉得很无聊。不过还好两只有伴，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打架哦。嗯。有时候那个来福，好像蛮坏的，还会咬那个太阳。不过小太阳是还好，就是会让一下啦，因为小太阳比较大嘛，是姐姐啊，就会让一下这样。基本上是还合的，相处的蛮好的啦。嗯，他也是会帮那个他洗澡就对了。哦，不错吧？那我们就大概介绍一下，因为很久没有介绍我们家的。我们的小猫咪的哈，那今天就拍个影片为大家介绍一下。好啦，就播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并按赞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